欢迎大家收看乔林日志。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乔林日志。今天乔林日志呢在新加坡的 Jewel， 然后这边是 Bus Station。 那我今天要教大家怎么样从就是 T1 的 bus station 到 Jewel， 这个是最近，就是你 shortcut 就可以到 Jewel 的一个路径。那有什么样的巴士可以到就是新加坡樟宜机场 Jewel 呢？然后这边跟大家看。好，其实从新加坡就是 City 过来的车有很多，有24号、27号、34号、110，然后36、53。8858都可以到樟宜机场哦。然后我们这边现在我们刚刚从巴士下车，然后我直接这样走过来，这边就有说 arrive T1 arrival， 对，还有去 Jewel。 那我们从这边进去，这边有两道门，这个是自动门，我们从这边进去。进去之后你就很简单，你这边会看到指标去 Jewel， 然后再 Label 1， 然后我们这边从这里手扶梯上去。 OK， we go this way to Jewel。 好，今天是测试我现在用 iPhone 11拍，对，然后我今天完全没有用就是 handling， 就是没有用平衡器下去拍，然后测试一下 iPhone 11它的平衡感。那我像是走路慢慢走的一个状态。OK， 现在手扶梯上来之后，这一层是 arrival pick up 的大厅，对。然后进来之后，你就会看到这边有一条蓝色的光，它就是 Jewel 的那个 waterfall。OK， 可是它这边要从左边或者是走右边，那我走这边。好，这边现在地板你会看到有两边不一样。T1 Arrival 的地板是白色，然后到 Jewel 这边的地板呢是黑色，所以跨过黑色这边就是 Jewel。 然后你可以看到 Jewel 明显很大一个招牌在这边， Jewel 到了，超漂亮的。好，这是最近他们抽奖的车子，要成为百万富翁吗？好，从这边过来，中间这个路口就可以看到瀑布了。刚刚蓝色的光下变绿色的光。好 ，T1 过来这边有一个缺点是，它这边有一个 Sky Train， 它是 T2 跟 T3 横串的一个 Sky Train， 它在阻挡就是 Waterfall 的那个水。不过等 Sky Train 过来的时候，拍摄又是另外一个景象。我现在是手持，是横向手持。要变白色。我们到一个比较不会喷水的角度拍给大家看。哎呦，
我的影片的朋友小铃铛们呢，我的影片呢主要是介绍我在新加坡的生活，那分享生活大小事，还有我就是旅游的一些 blog， 还有像是一些美食的一些影片呢分享给大家。那今天是告诉大家就是怎么到樟宜机场旅游，还有就是今天我们分享看到water pool， 还有就是新年的影片，希望大家会喜欢。那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记得按赞、按订阅、按分享啊，还有开启小铃铛，我影片第一时间上传的时候会第一个分享给你哦。那我们乔林日子，下次见，拜拜。那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记得按赞、按订阅、按分享哦，还有记得开启小铃铛，我影片上传的话会第一时间通知你哦。